咱台湾每两年到四年，你若是看到路人开始咧插旗啊、挂布条，你就知影选举搁要到啊。咱这个时代常常咧怨叹，为什么爸母即届搁选即款烂娃？即马你会当投票啊，你却说你政治冷感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只有你投票，你才有资格去批评别人，去讲别人是做较好，还是做较歹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咧工作，不管你是咧读册，少年的，回来投票吧。